好啦，好的 PFY， 好久不见啊，各位啊，来，今天也是一款有点类似，但是我觉得它玩法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对，我发现大家都搞到最后现在的都蛮有创意的，对，但是很像还没有办法有一个突破就对了。重新，好啦，好的 PFY， 好久不见啊，各位啊，来，咱们今天来一个叫 MD My Dice。对他的画面呢，欸，这边对他的语言，等一下我先调整一下，来，他只有英文啊，所以这边我先做了一下翻译再过来，不然的话我真的也不是很懂，对，我真的不是很懂，我英文大家都知道我英文不是很好。好，没关系，那咱们就来吧，我们先来一局 PV， 因为毕竟他，欸，他可以让我点呢，欸，哎呦，那算蛮和善的呗，走吧走吧，他的 PVE 的玩法很不一样。一样呢是先叫骰子，对，他这叫 dice， 应该也叫骰子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他的骰子这个版面我先把它合成一下，有点烦，好，合成然后再叫骰， OK， 对，这个是我们要对付这 PVE 的状况。那干嘛 turn off？ 哦，不用，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，好，对，这是我们要对付的状况，我们似乎是要把版面这两颗给打爆，然后在咱们的 energy 还没到归零之前，不过我不知道它的 energy 是怎样归零，就对，还是按照时间秒数的慢慢减少，只要你没有消灭怪物的话它就会减少。那对面呢到底是玩家还是电脑呢，这个就不得而知，因为毕竟连名字都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玩法是还蛮特别，唯一可惜的事情是它竟然没有声音，对，然后他每他刚刚是踩到一个挖到炸弹，然后那一刻就会爆炸。然后这边呢是还有一个放魔法的技能，但是他时间到了才有办法。我不知道这一局有没有办法盯住啊。然后一样呢，咱们可以合成，哎，大家就，哎，我刚，哎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好，一样可以合成往上拉，然后往上拉之后会是随机的。然后刚好是我们的冰骰发挥的能力，他把我的能量给冻结，应该是缓速比较慢，没有到冻结为止。对，因为他其实还是有在增减，应该是减的速度变慢这样子。然后一样，我们把它升，应该先升上去吧，反正初期，而且它也不能升级，对，它没有任何升级的要素在里面。好，我们把第一关应该有办法处理掉，大家都在围这两颗，应该是可以啊，主要是要把这两颗打掉，我们才可以到下一关，而且是我们的 energy 还有的情况。哦，哎，那显然有点多哎，再合一个好了。它每合成之后，它的位置很像会记得那一颗是哪一颗，然后你合成它就跑去那一颗，所以那左跟右感觉很重要，对，感觉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炸弹，对，它刚爆炸了，所以导致我的一颗骰子会不见，所以等于说我这一颗早晚会有一天会不见，但是我也可以直接丢掉，可是丢掉这100块呢不是还你哦，是要花掉100块，所以整个很浪费，对，很浪费很浪费，所以我还是让它自己去炸掉吧，我目前是这种感觉，对，因为毕竟它是外，它是英文的嘛，我也不是很懂，它把我的四星炸了吗？啊，好奢侈哦，好奢华哦，就这样没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放一个技能，好，这技能很像也没有任何的条件啊，可以点就点，点就对了，时间到就放，时间到就放。然后每一下好像可以打500多滴，所以其实蛮痛的啦。然后中间的血量1900多，这有没有办法？这一关有没有办法盯住？我先把这个合成一下。对，它的玩法算是蛮特别，蛮不一样的。然后人家每三关会有一只王，如果这一关有过的话，我们来去看一下下一关的王。对，我们来这个有没有办法盯得住啊？而且 energy 它两边共用，对不对？两边共事的。然后这边追掉，但是所有人都在打，这边还1900、800、600，感觉可以，感觉可以，100，好，再有1700，还有1700，只要这个处理掉就好。这一次可不可以拿掉啊？我这一次可不可以拿掉啊？我记得刚刚好像可以run合上，哎，欸，不行，哎，同属，哎，欸，同属就可以，所以同属可以往上合啊，同属就不用管等级，然后不管等级的话，哎，欸，没有，哎，欸，他就是同属可以合就对了，同属可以合，哎，欸，同属可以合啊，不同属就是不能合，所以这样这边久等，哎呀，哎呀，跑太远了啦，哎呀，看我刚，哎呀，我不该这样子了，哎呀，哈哈哈哈。所以它同属性不管几等都可以往上合，就那几乎是不用丢掉了，因为毕竟只有给你五颗嘛，对不对？哎 ，energy is run out， 没有了。然后拿到了素材，我把它当宝石跟奖杯好了。OK， 走，刚刚可以看广告，一样都可以看广告。对，它没有声音，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尴尬。那我晚点再来给它自己配音好了。然后它叫我连接我的 Google， 没关系，我们就不连了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教学，咱们交换一下，哎，没有要往上拉，哎，丢。然后这个是升级用的，所以我们要点一下，然后按 exchange， 哎 ，exchange 是升级意思吗？有种看不太懂，哎，乖乖，哎，这个可以跳过，好，反正意思意思啊，难得他们有动画，有东西可以弄 ，OK， 那哎，而且他可以直接用买的，哎，没有，不给，哦哦，买这个啦，直接叫你买这个啦，26颗要320元，对，要320，要320。
好，有点贵，而且还不知道是每家三颗吗？每一集每升上去之后吗？对啊，不知道，感觉用的颗数一定要越凶就对了。好，然后这边再稍微简单介绍你的等级、你的爆伤还有商店。然后这个是看广告部分，来我们看一下看会拿到什么，先拿一下。OK， 哎呦，拿到了200，这应该是游戏币吧？不可能直接看个广告就送200币这样。它还是有声音，不过它声音真的好小，我已经把所有声音都开到最大了。来，我再稍微调整，再给它大一点点。啊，有，可以了，我要拉到完全最大才有声音。好，没关系，来，我们继续给它看下去。首先呢，最重要的是来看骰子。不过那骰子我自己先看过一遍，真的是有那么一点诡异，就对，因为可能没有那个骰子，它有写没有能力，所以我就真的不是很懂，对，真的不是很懂。然后像这个是说，它有10倍的伤害，所以应该是打 boss 10倍，对不对？打 boss 就是中间那颗应该是10倍伤害，没错，应该铁骰就铁骰。然后这个是咱们的冰骰，不过冰骰的话，它应该是减缓咱们的。那个 energy 下降的速度，每40秒有机会触发一次，然后每一次持续5秒钟。哦，它100%触发，每40秒有100%的几率会触发，每次触发会持续5秒钟，所以它是真的凝固哎，它是真的凝住哎，不是环速哎，是凝固哎，所以那5秒钟是不会扣的。哎，那还不错。然后这个是完全没有能力的骰子，哎，对，就是50攻击爆伤75滴，暴击几率是10%，然后攻击数每秒一次，然后 reload time。Reload time， 对啊，为什么这要有这个东西？这攻击速度嘛，对不对？然后 reload time， 还说这是移动速度。哎，对，这个地方有移动速度，对不对？说明这是移动速度，然后这是攻击速度。哎呦 ，reload 嘛，应该是这样吧？对，不然就反过来。哎，好，没关系，继续。他没有讲 speed 嘛，对不对？哎 ，speed， 哎，对 ，speed， 所以是速度。哎，所以应该是攻击速度，这是移动速度，没错啊。啊，对，应该是这样。那这也是没有任何能力的，它叫 Flash， 它移动速度很像，真的没有也比较快，也没有比较快啊，只是攻击速度比较快了。然后攻击基础攻击是30，所以加倍的时候是变60，等级又是60。Fire 的话呢，一样，可是它的攻速更快，哎、欸，可是它攻击比较低啊，攻击20，暴击30，暴击是只有50%而已，其实没有很高。那这是咱们的风骰也没有，所以攻击速度更快。对啊，没错，所以这个是移动速度，这是移动速度，对，它多了一个移动速度。然后毒骰的话，它也没有任何的毒的效果，哎，对，是看不到的，有点对。那这个我刚刚升级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30+6，加一等加六，好，然后还是没有任何能力就对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比较有能力的骰子，好了，这个是祭品哦，增加你的最大合成的时候可以增加你的那个行动点数啊。对，就是祭品，对，没错，祭品骰应该是没错。然后这个是巫师，有10倍的伤害打 BOSS。哎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刚那个这个才是 BOSS 嘛，这才是铁骰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比较强力的骰子吗？强力的怪物吗？还是说打比较强的血量？对，哎呦，对，这个是打 boss 嘛，这个没错 ，boss 老板。然后这个是暴击骰子，对不对？有30%的几率增加2.5%的暴击伤害，还是暴击几率？应该是增加几率吧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是暴击伤害。然后是所有骰子都可以收，你是每7秒一次，每5秒一次有30%的几率有，然后在那七哎。30%的几率，然后那个时间持续7秒，哎、欸，那所以是持续时间而已、喔。然后暴击伤害提升2.5倍吗？2.5倍吗？这个骰子蛮不错的、啊，可是它30%几率啊，感觉有点低。然后是 minor with a 15%几率，然后增加2%的 energy point。哦，每5秒就一样嘛，一样意思。可是它是每5秒的几率才会触发15%的，每5秒。有15%的几率触发，那也太烂了吧！那也烂炸了！天啊！来，我们继续看这个叫做，对，就是这种骰子，它明明是不一样的，可是也没有任何的特殊能力。对，这我就不懂了，而且它也没有特别的强，它暴击几率是10%，暴击伤害是30%，然后攻击速度0.7，而且它移动速度还偏慢，这我就不懂了。而且看起来也不知道有什么，也不像急死，也不像干嘛。对，这就完全不知道。然后这是energy。The Nor Energy Lab， 所以我的能量越低，我的攻击力越高喽。对，然后他也没有写详细的数字，因为毕竟这还是开发版本啊。我现在它是0.2，还没100，100应该就是开发了。
然后这个才这个是 gamble 的是 damage 五个，所以是这个才是能量骰子，这个才是能量骰子，能量骰子。啊、对它的玩法，能量加3%，所以有它就尽量不要花钱，那感觉也蛮低的嘛，对不对？3%，而且它没有，它有之前我们的能量骰子是10%，像这个 bat 蝙蝠也没有任何的东西，这样我怎么用这颗骰子？还是真的要有才有办法知道说这颗骰子的能力是什么？然后就是狼人 after 10 seconds， 每十秒钟后它会变换，哦，就是转王的意思，可它本身会变换，那这样也，可它等级不会变，对不对？等级是不是不会变？等级不会变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每十秒钟一定会变换。嗯，感觉一般般，一般般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咱们的元素，对，它明明是元素的外观，可是也是没有任何的能力。然后它的攻击速度算快啊，但是攻击移动速度很慢，很好。这样我要怎么办？我根本就不知道说这颗骰子有什么能力啊，对不对？我必须要有之后才去玩玩看，说到底能干嘛。好，继续看一下吧。没有能力，对，没有能力，看不到。可它攻速很快，真的很快。然后是 Tiger， 也是攻速，没有像刚刚 0.4 秒那么快，但是它移动速度啊，它是格速啦，应该没错。偶尔是一秒 1.2 秒一格，没有，是一次移动 1.5 格，所以一秒一个单位移动 1.5 格的意思吧，应该是这样意思吧，应该是这样意思吧。不然的话，感觉就应该是更快啊！这个名字感觉就应该更快啊！好，来死亡啊，这个就很明显啊，2%几率造成666,666,666 滴的伤害，哎、欸，对，即死，因为血量怪物血量应该没那么多。然后这个叫做集体加速，这叫什么？希维尔的大绝，希维尔的大绝。然后每八秒机会，每八秒钟有40%几率持续五秒钟加速大家的移动速度，哎、欸，就这样，哎、欸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个是机二。机二有30%的几率直接破坏该方格，对不对？直接破坏该方格，还是说破坏那一个方格有30%的几率会增加咱们的 ten point？ 哎、欸、，ten point 哦，十倍乘以骰子等级的 point。哦，那这样感觉，如果升到等级五的话，就是50，那感觉没有很高啊。Elephant 没有任何技能，干这我要怎么看啊？应该是范围攻击吧，我猜可能是打这个会有震慑攻击吧。然后这个是原子，那刚刚那个什么元素，嗯，好不管，那一样没有任何效果，应该说它没有任何解释，左右也没有东西可以拉，实在是有点可惜。不然的话，这还蛮酷的，因为毕竟它的玩法不太一样，对，不太一样。然后这个是。我这边有给他稍微看了一下，可是他这个讲解的我是不是很懂？对，他说他可以攻击场上的一样嘛，攻击场上的所有箱子，然后呢会造成毒感染，然后持续7秒的伤害。可他没有写说那伤害到底多久，而且他攻击力其实很低，对，很低。可是感觉他应该是扩散出去的吧，所以说可能碰到之后变成方块跟方块之间会互相伤害，这样的话可能这样就、哦、这样感觉就蛮合理的，比较合理。只是每七秒那个七秒钟就会结束，等于是全场伤害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我自己在那边想象，因为毕竟我拿不到。然后没有任何的，可是他暴击伤害蛮高的啦，攻击蛮低蛮高的，可是他移动速度很慢，移动速度很慢，可是暴击率很高哎、欸，30%哎、欸，一半都高哎、欸。然后这是咱们的龙卷风，每15秒钟有5秒钟。就会触发100%的几率，每十秒钟每一有触发的几率，每一次触发5秒钟，然后呢每一次减少 0.2， 可是他不知道他的攻速是多少，如果是 0.2 的话，这样也太烂了吧，还是说是减少 20%？ 哎，对，真的很难懂，真的很难懂，真的很难懂。如果按照上面来讲的话，这边是趴数的话，说不定这边就是 20% 没错。0.2% 当前血量，那也蛮低的啊，对，蛮低的啊。然后这个是营养，对，这个我刚刚有影响过，大概就是合并的时候会直接增加它的等级，对，算是营养骰，营养骰。可是它等级是可以直接加上去的，所以说如果这个骰子是五六等的话，直接合上就是那个骰子直接加五六等，哎，这样还不错。然后这个是恶魔，有6%的几率增强你所有的骰子的能力，让它。哦，每十秒钟有6%的机会增加所有骰子的能力，就是直接破坏掉一颗方格啦，等于是即死，算是地狱全范围的地狱啊。可是地狱，对、啊，因为这个骰子算只能叫6颗，所以它是全范围的。对，全范围的地狱，每十秒钟有6%机会触发，那感觉很神嘞、欸，对、啊，感觉很神嘞、欸。而且它多招几颗，哎、欸，对，可是十秒才一个，它感觉也蛮烂的。好，这个是两倍的伤害，直接打2倍，不管对不对？
直接打两倍，那这样的话就是68，然后这个是114，嗯，铁骰，对，已经是真正的铁骰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只是在这边是传说，哎，它竟然是可以到传说，哎，然后这个是哎一样啊，对，这边它翻译有错误，一模一样，所以这个也是不懂，也是不懂它是什么东西，可是感觉应该是合并后爆炸吧，对不对？像核弹，就像核弹。那这个是咱们的布偶，等下这有打广告吗？布偶，每过15秒有75%的机会，然后呢，战斗的能力提高5%，然后持续5秒，5倍啊，持续5秒。那像这颗有没有太强？5倍，其他都那么弱，然后这个是5倍。好，这个真的不懂，这个不懂。来，我们这边有广告，我们再给他看一下呗。好，来吧，我们来转一下呗。最好的是骰子啊，其他都是素材，哎，都是素材。有没有那个机会呢？我刚刚是已经测试过了，没有，所以我才开一个新，然后重新再讲一次。就这么希望有一个，他停太久了吧？哎，够了。哎，哎，会停啊？哎，他没有停哎。等一下，先生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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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 stop 是假的，是不是？有金币，有钻石，有设计书吗？还是藏宝书？感觉有啦，这边有一个，都是素材，都是素材，一块，干也太烂了吧！前一块，然后下次是大象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去一下 PVP。哎，没有，还不行，是不是？哦，有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真的有 PVP 吗？真的有 PVP 吗？还是说 PVE 那两边都是我自己？对，应该是两边都是，因为它没有任何，它没有任何，对不对？不然就是电脑跟你一模一样的组合这样子。很好，我发现这个游戏可能是还在封测的关系啦，它真的没有玩家。对，我等好久，没有玩家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好，我们就来一次 PVP 就解决这个游戏吧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所以对面应该是电脑没错啦，对，因为他的骰子招骰子很有频率，正常而言，所有玩家应该是一口气会召唤3颗才对，对，毕竟快一点是一点，快一点是一点。来，我们就给他合，算了，等一下再合，现在多一点是不是好一点？多一点是不是好一点？每，对啦，每处理掉一只的话，那能量会加，那我现在出钱少的话，我应该先多打。对，范围多打一点，范围多打一点，这样应该才是最快。然后有遇到骷髅头的话，我就要把它闪掉。只是现在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要闪就对了，如果闪错的话，等于是损失2倍了，有一点心疼，但是还行。来，我们给它盒再丢一个。所以真的要记得哪一颗是哪一颗才行，真的要记得，真的要记得。哟，冻住！哎呦，它真的是冻住，真的是冻住，真的是冻住，真的是冻住。对，它没有在动，它没有在动。哦，那这个冰闪还不错哎，初期这个冰闪就给的蛮过分的。好，来了，来90、100、110啊，一样，这边是一样的。来，我们就给它合上去吧，反正等级不用过啊，对不对？六，哦有哎、欸，我们抓起来的时候就知道哪一颗是哪一颗了。OK， 六等的雷，这样应该打很快，应该打很快。它只是伤害增加，攻速不会增加，攻速不会增加，还行，有了，处理掉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稍微给它赚个钱。来，我们举一下哦，这边中间就很危险，我就要去闪它就对了啦。哎呀，本来想说加速，可是现在好像还蛮认真的。来，我们给它看一下，往上合，这边过，他们都哦，现在人颗数比较少，等于他会每个位置都打掉，每个位置都打掉。对，会先打左边，再打右边，再打前面。然后他现在这边有点危险了，我看有没有办法召唤出一个，不然就崩了。干，好浪费哦，六等哎，那这一关完全赢不了啊，除非对面给力啊，对面给力啊。然后对面这个应该会爆，我救不了他，只能靠自己哦。我懂啦。然后攻速好快哦，这攻速怎么那么快啊？我可以看一下，哎，看不到，来放一个技能。这打低跟打高的血量好像加的钱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如果有办法把怪物放在这里，把怪物清一清的话，应该是蛮不错的。冰闪变火闪有没有办法？这边2+1给他上去，然后变雷。哎，我想要变火，我想要变火，不然的话打不赢啊！我的血量太慢了。然后他的冰则冰，他的冰有触发，可是我这里没有用啊。那等于是没有合作嘛，对不对？他可能在那边演戏，玩这个干什么？他用这招干什么？
好，欧兹打死掉一只，另外一边应该是打不赢了。哎呀，好吧，算了。啊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我是 PF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3、2、1，拜拜。